Hello，我来示范一下哦，用那个 SVA 来控制这个，这个是大陆的那个 make block。哦，那其实它的那个直流马达的脚位啊，跟 motor 电容很像啊，哈，可是有一些不太一样，还是改了一下。好，那改了之后，我们来测试一下哈，我们用履带车来测试哈，这个马达呢非常的有力哈，不过相对也很耗电哈。阻力是很大的啊，不过因为我还没有拿到蓝牙的模组啦，哈，那个等蓝牙模组来再改成无线的好了。好，目前的 power 只用到158而已哈，那。把它调大一点点，看一下它的威力啊。哦，这个是调到251。阻力是很大的哦，不过我的电池还没地方放，掉下来了。好，就到拍到这里。